好，我们最后几秒钟跟大家稍微补说，等一下还有机会可以拍照哦，因为我想很多的朋友想要听到我们 Coco 的一些感想。Okay, center, one last shot. Do we get everything? 好，再看一下 center. Okay, 来，我们请麦克风到前方来。Okay, let me stand right here. Your beautiful side, right? 好，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 Coco.打招呼之中，我们要恭喜一下 Coco， 我是歌手的冠军宝座，我们的天后果然是我们的歌后，给她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对，所以 Coco， 我想得到了这个宝座，我觉得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因为我知道 Coco 她很用心，麦子刚才跟我说她压力好大，前一阵子 ，But she did it， 对不对？最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计划？现在就是很努力的，他们说照人呐、啊，等一下我分享一些秘诀。哦，太直接说了，没有，就是说其实现在在有点休息了，要休息一点，因为呢，真的是花了接近五个月的时间，就是压力真的很大，在做我是歌手，那么很开心得到的这个歌王呢，也要谢谢各位的媒体啊，还有歌迷朋友们对我的支持。那现在呢，因为老公也 complain 了我太久了，就是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看得我很辛苦，他也希望我多一点时间休息一下。那么现在就是看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有个可爱的宝宝了，绝对没有问题，尤其参加了今天当